好，各位老铁们好，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老铁对我的支持啊，这是修好的一批手机啊，我们一个一个的看一下啊，这是一个都是粉丝寄过来的啊 ,Y85 换屏幕的啊，完美了啊，完美啊，然后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不记得哪里寄过来的，这个手机没电了啊，也是这个是修旧版的，也修好了啊。然后还有这个华为的啊，华为 Nova 3也修旧版啊，修屏幕啊都修好了啊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OPPO R11 啊，换屏幕总成啊，搞定了啊，完美啊。然后这是一个广东粉丝寄修的啊，小米 Mix 更换屏幕总成，还有修复充电啊，结果他这个还换了个电池，之前是开不了机，用稳压电可以开，后面换了电池才开。然后这个小米8啊也是不开机的啊，现在全开机了，全部搞定了。你们寄修的手机啊，一哥会用我最大能力给你们修好，不让你们失望。特别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，双击加关注，感谢支持。有需要修手机的直接加我啊，大量接单中，你们只要寄过来啊，都大部分都能修好的啊。